爹哥，多亏你提出应对之策。不用谢，是我没想到你有一伙火灵。你这还没恢复，我们继续同行吧，也算有个照应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那就麻烦罗师弟了，一定要好好保护我呀。我就不信你能一直不用空间法则。明明前方有路可走，他们却攀爬山崖，莫非上面有宝物？这罡风如此威力，还有这么多人舍命去攀爬，想必崖上的宝贝价值不菲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罗，哇，又有师兄来了。我来为两位师兄介绍，这山崖上的每一个平台都有宝箱，从低到高分别是红蓝银金黑，平台越高，宝箱里的宝物就越好。龙鳞之力，开！银色宝箱五五分，好嘞，哥，爱你哦。罗章，我好像心眼仇恨了，他们都盯着我。哎，别发愣，傀儡这边我顶着，你赶紧开宝箱。防御罩破了，这血魄有什么功效？它能增强身体气血之力，普通伤势可以快速痊愈，甚至重生断肢。哇，嘿嘿，我的伤痊愈了。拿宝箱耽误不少时间，得赶紧去找蝶哥会合。你说的是之前跟你一起的那个小兄弟吧？你离开后，赵小花想暗算他，但他挺机灵的，随着一阵冰封消失了。赵小花，就是那个一看就没安好心的洛云宗师妹，就是他。他和洛云宗的弟子就拦在离开崖壁的必经之路上，抢劫拿到宝箱的其他师兄弟，我看见好几个中招的。咱们下去啊，多半会遇到他的大阵。我有个主意。我的银色宝箱来了，自觉无端，请君入阵，起。说，扶风剥雪，染透日月。
针写好大，生死江湖长英雄无双。一盏愁，一曲伤，无梦幻想，被过往浇了潮，红了眼眶。风动一心是残阳，只剩自己好，再回想直到寻常。